老妹儿，老妹儿，这么好横呀？这一桌得多少钱呀？哥，这预判啊，才几块钱，这个非常的方便，熟食，你回家加热一下，快再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真假这么便宜啊？真的。给我介绍一下。行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家的熟食套餐好。一包大鱿鱼的哈，两只装的啊。一包的迷你小八爪啊。两包扇贝肉哈，每一包呢是半斤的啊，250克。两包的鱿鱼脆啊，每一包是250克。再给你来上两罐的丁螺。下来的哥姐啊，我给你送两包的鱼皮啊，泡椒鱼皮。再给您送四包的海带菜哈。你看，这满满一箱子才一共是14件，才99，主要非常的方便，熟食加热一下就可以了。